曹洞宗啊，与他家五位君臣啊，家五个位置，就叫我们有反夫之计而开夫之计，有开夫之计之后就进大位，进过是修道修成功，修道位之后就是正大位，正大功不过只有三个殿次，就是进大位修道位正大位，这和我们这个大圣说的话一样，大圣就是一上要见到，要见到。这个曹道宗怎么见到呢？这里他家正位偏位，偏位表示什么呢？正是正当的正啊，偏是偏偏的偏，偏位表示什么呢？这个表示四四相相，表示这些东西。所以是离体，一个实相，简单讲。正中品的，就是这个正位当中啊，有品位在。偏中正的，偏实际当中啊，往往当中的正极在。第一个位置，就是正中品。正中品怎么讲啊？这几句诗，说得很好。好，第一个讲正中品啊。三根初一月明前，不怪相逢不相识，隐隐犹怀旧日斜。正中偏是白虎位，这白虎啊，就像三根初一月明前，在亚里的三根天，大三经哦，是在亚里。初一月明前。月亮还没有亮，月明之前是一片漆黑，漆黑的，是吧？孤灯瞎火的，哎，是一片黑，什么缘故啊？有凡夫都一片黑啊，不知道是复兴什么东西啊，都认为是相，是三更初遇月明前，不怪相逢不相识。不怪啊，大家啊，时不时的在这个执行当中，相逢就是和见面了，不相识，不认识。你看我们大家日用当中啊，饮食起居啊，不是福星啊，怎么会动啊？你说，比如我们早起来要开面、刷牙、上街买菜，这谁来做啊？这谁啊？讲台上问念佛是谁呀、啊？或者这个本性是谁呀、啊？相逢不相识啊，不认识啊，这做相之故啊，这一片漆黑嘛，这时候没有智慧嘛，或者无明嘛，无明的黑夜嘛，对吧？漫漫长夜，这相逢不相识啊，又来就来了。隐隐的不明显的就隐隐的那个平时这种习气啊都在啊，就这种习气作怪，现在就作怪，就作这习气作怪，就往外面谈取追求执着，不要回光返照看看这是谁的动作，这谁的习用，再回光返照这谁的，那就认识，所以这就是正中品，就是本来是有离体有不性的，但是不知不觉，所以是偏位，都在偏位当中做事做相，偏位是出相啊，这正位是离体的，啊，这空啊，这个偏位是有啊，这有都相对。一个空的是有，一个你，一个是，啊，一个体，一个是相，啊，就正中之品，就是做一个品位上。因为曹洞宗啊，他讲这个话讲的你懂，哎，
要是武装主义人物呢，就是这个武打派呀，基本是法治不同。朝中呢讲的道理容易懂，是第一个位，这三个位不认识。第二个位是呢，偏中正，偏位之中啊，有正，就是偏位适用当中啊，心理体了，啊，理体信息了，就是你们在餐饮吃饭当中啊，时刻的体会到，这是我的心理的作用。是要见到位，要见到，是要见到位。他这么说，他是四下老虎风骨劲，但你见面必有五阵。前面讲是黑啊，半根半翼，月明前一片黑，这里讲白亮啊，哎，吃小听破小了，要这样啊。吃小就破小了，天亮日光体现老伯，他是做的能量老伯伯，这是老伯，老伯在白发耶，头发白了，又是亮了白了，天白了，红骨镜照镜子啊，红骨镜啊，镜子是亮光啊，又是白绿绿光明的老伯红骨镜啊。啊，这个天不小了，光明星星了，用功的人啊，用到这个神仙啊，见到这个本性了，就是红骨镜。不小老虎红骨镜，分一面对物证。好，就这张银子现出来了，证明哦，那分证明人名哦，一定被隐隐糊糊哦，对面是对面面，对面相成。就是你现在有就是你吗？你就是金子，是不是？除了这个银子之外，你还有什么呢？除了银子之外就没有了哦。是分明也面对五证，像个名人见桃花一样，开开门来，开，想桃花啊、哦！啊，记住啊，不是我的心显现这个相。这是谁呢？你看我的心哪能进来的桃花呢？你看这个反问说，你看桃花影子哪里体现我的心的精子呢？性精也显现不出来了，你看影子怎么显现性精？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是回忆来，这证明电面并不正，所以这个登山走石啊。不无的时候开自己眼开，那就是他们那的师傅啊，无名说法，是吧？师傅跟他讲了、啊，他并没有，后来一定是怀疑，一定过河了，低下头来去扣脚，把扣脚去一看，一看看有自己影子，啊，跟水一样，像镜子一样的，谁叫影子稀奇啊？哦，他就马上打开来了。他说，他做了记载，积极冲大的，跳跳于无受啊。就是我们做功夫啊，千万千万的不要向外去找，向外去请，向外去求，积极冲大的，就是我们念佛的人。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去西方就是释迦阿弥陀佛，他西方释迦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来拉我拉我，就从他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你是哪子说，念佛是生生唤醒主人公，念佛一生一生的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哦，自己的主人公还行，就是不要昏迷，不要睡着了，不要装相，清醒啊，对，正如万象过度心中明。不要做相啊，我这个知觉性就是佛性啊，就是阿弥陀佛啊。你从他就向外取，向外追取，求阿弥陀佛的托，那就错误了。不是阿弥陀佛不吸引啊，阿弥陀佛不吸引啊，不是拉你，阿弥陀佛是放放照你啊，放放吸引。
哎，这些众生啊，你们在做香了啊，向我们光明地方来啊，我照你呢，光明大道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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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么光明大道去就行。你说拉，那不行，那就拉了。这有没有这讲的说，一佛，佛等于替他月亮，一佛这个性就是一盆水，这盆水清净，替他月亮影子吸了你水里面，你心中就吸了佛性。念佛的心不清净，既然月亮月亮照你，那么你喝水雾水泄不出来，看不清，那能行吗？是切记从他里，他这里悟到了，你从哪里啊？条条与无数，条条的与一个千里迢迢啊，是吧？千里迢迢，迢迢千里的一种感觉。俗语呢，怎么俗语鸟？你从他一道，你俗语鸟。因为他在你命门当中，那个从哪里去干？这个佛性不在别处啊，在你命门当中啊，啊，看东西是谁，听声音是谁，闻的香味是谁，说话的是谁，举动是谁？哦，是从他里干嘛？是切记从他里，定记哦，从他里啊，就笑笑啊，有手，无尽不自我，处处都能进去。哎，你现在在那个，因为是绝对真心教，没相对，相对东西两个就错误了。我已经多次往单独的、绝对的那一件东西没相对的啊。是杨武帝问的大木桌子，哎，你认识吧？认识这个圣刀吧？圣地吧？你认识佛啊、菩萨吧？大木桌子不识，不认识。为什么不认识啊？有没有相对的嘛？绝对的嘛？相对嘛，就无论是你一个人，无论一个人，谁认识谁啊？就那种无尽都自亡了。哎，什么地方都就是我一个人单独的，处处在风趣。哎，处处地方都不可以都看到你，你只要天命，他跟你到天命嘛，影随形嘛，如影子随形一样跟着你。日影随行，所以呢，我们时时刻刻要向外追求啊，是念佛的名的，念佛念自心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要自心请悟啊，不要着相啊，这是净种，这是我们这个大乘的净。释迦牟尼封无尽，证明一面谬误证。这就是你啊，离开这个门再去找就找不到了，没有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再三指示你们诸位，就是这个决心，就是我离开这个决心没有。你说这个不是，这个没神通吗？哎，我这个不是没有发神通啊，我这些年没有听耳通，没有听眼通，没有说明通，没有他心通，没有神通，没有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错不了。因为这是妙棋，你仅仅在指示你认识他，你这个妄想执着都在你这边，气气厚得很了，没除掉了，怎么能一下子发通了？还有镜子呢，你晓得一个镜子，镜子灰尘结构牢后，一开查，它无妨，那就难保了。你镜子体验不知道在哪里，你去绕，我怎么去绕啊？你把镜子体绕到。那倒是你去磨，你去擦，那么会用方便吗？这气没有妙用啊！我们上次讲了吗？这病之而缺水啊，乃阳气以小用，就缺旺而皆真，就凡夫而皆佛，凡夫就是佛，那佛法也虚一虚，佛法也虚，是吧？妄境直接通妄之用啊，把这虚妄、当妄挖够清了。通光之门，两道外合，两道情分。第一是肯定，所以我再三讲来讲去，就叫做做肯定，就给你的稳，这就是我母亲不错，我保护他。你对你肯定之后下手，这大哥一定要下手，下手之功。这一点你们也不肯定，以后就不怕下手。不下手怎么修法？这是非常重要，这点非常重要。这分明一面别无证。
离开这个营子，再去找，就没有了。哦，就是我们起了一个词叫信，就是先知道天文、天乱、天晴、天阴，知道你早、鸡、凤、羊这些个字这个性能，就是你的佛性，你是在保护它。现在里头有的隐啊，你们自己不要再迷了哦，不要再去追到银子了哦，里头有的隐啊，迷啊，把你头迷了。这能一讲啊，能讲修，还有一个啥，就叫这么多一个气温，让我们境界带有一个道路，横命这里划一杯，划过到今天说，哎呦一下，这哪里是为成了无止无止，你不是这样子吗？哎呦，这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到外面倒头去了，头在上，头在头上，头在头顶上呀，这是你呀、啊，哦，他吓一吓吓就怕了。别怕，这是你的。你有，你在你迷了，你在迷。哎，有人赢啊！你是个孩子银子，那银子就是你妈，女同志啊，对方的家儿女。哎呀，一天到晚心挂着他们呀。男同志呢？男同志这点好一些。男同志呢，年轻的呢？哎，女孩女的也是坏性格，你这老爹你也唱票也是坏的，就是孔老师讲的嘛，高而借的蛇，你这兄弟也学习放荡，要怕你怕你，老而借的蛇，老了嘛就是要朝着开悟，那个影啊，这是影子啊，不然那个影哦，这个放下来，修在里头还那个影，是第二个位置啊。一个是正中偏，一个是偏中正。那么第三个位置呢？第三个位置叫正中来，正中来。那么这讲啊，要讲修到位了。前面这个是讲戒到位，要讲修到位了。正在正位当中啊，正位当中来起作用，在这个作用当中磨练自己，把自己气气消化，叫正中来啊。正是正位啊，是迷体啊，是吧？迷体当中出发，来起种种妙用，磨练自己邪气。这邪气都得到啊，透照要把你模仿。他怎么说到这？不懂有路出尘埃，但能不当金贵，也在清朝断石材。不懂有路出尘埃。我们讲一切的无啊，一切的空啊，这个无的空啊，不是个断的空啊，不是个绝对无啊，这个无的空的，就是我们离体，而不是相啊，啊，你时时两个空，啊，时时两个不都相，哎，你这条路走下去啊，就能够，现在我们时时刻刻空空空空。不是空光空的，这都没空不是啊，你们不要怕，哎，空不空，空你的真功，根本在背后，哪怕是护法，心真空金鸟，这个佛性就显现了。所以我们这里有条路了，这叫光明大路，能够出这个三界的尘埃，六界、十界、五十界。尘埃无杂，在这个里面遇到轮回啊，不是那个了期啊。我们祖国人时刻刻的一定就更认清上了我们的自信，时时保护它，还有念起一并救赎，一救就白出光。念佛的人就把阿弥陀佛往一提，阿弥陀佛。就把这个妄念斩掉，就把这个执着斩掉，就把你的烦恼斩掉，没光火啊！哎呀，阿弥陀佛，再不来是出生命、大生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把你的烦恼斩掉。你不这样做不行啊！不这样做，你这个跟这个境界跑啊，不是妄想啊，你怎么能成道啊？
是你要认清自己的这本的命运，它是无相之相，它就是万能体，能主要用的是万能体，不是保护它最重要。这胡宗也有出城来，当然不是当今会，也是秦朝代之才，这句讲得更好。当今会，什么叫会啊？从前有魏会，是皇帝啊，皇帝名字一个镇，那么你们这个用名字就不能用个镇，要避讳的啊，不能跟皇帝的名字一样。就说你们父亲，你们爷爷名当了一个名，那么你就不能用个名，要避讳一下，不好是上人样的。说当今会，当今的皇帝啊，比方什么呢？比方子信，就是我的父亲，就死死的不触犯他。哎，不过上次讲，我在拳头，就是拳头就触犯他，他是拳头，你不敢的拳头，不敢的拳头就避他，违背他，触犯他也不对，违背他也不对。不能出分，就是说真的用功夫啊，用得来你有自己的福性啊，也不是是这是我的福性，这是我的福性，也不行的。哎，就是我们就照就照照了后面就不要有了，跟我做这一点，有就有照还是生死，无就无照固然生死，但是无就无照一定不知道，混混糊糊，知道人是混混沉沉的，都是迷于作相，要升官发财的。那么我们要这样子啊，几个混混，哎呀，跟着这个青年部，也要出战当军的，时时记着他。这个云秀将军啊，云秀将军，所以说，军就是不起妄念，与妄想心。不假尿的，你不了子不必真实啊，不必真实，这就是分辨了哦。所以我们师父功夫啊，就是真的善的，一杯狗小都不可。我们真的成道了，佛也不得，不是不成佛号，真成佛只是佛也不可得。但是你一个不可成啊，正常变成不。像我们前面所说的，我若回不进说法，我就弃于诸生了。诸生一起嘛，就是我信到一个佛了，一个佛嘛，就不是正佛。见有佛起，也是佛地障，还是障碍。哎，原来佛的自己也没有，都放不进，这正经。若然。不当尽会也是秦朝败之才，就是从前呢啊一个典故，这个名字忘记了，智慧大了不得了，哎，皇帝就记得把他写成歌传，还有歌传这种学习写出字的，哇哇，所以我们比败之才还好，还聪明，还智慧，是啊，败之才不过是个。四字才出，还生死，我们是正智慧，是佛人，所以这做功夫是第三者，第三个位置，正智慧。第四个位置呢？第四个位置是偏等智，就在偏位上，在事情做事情当中啊，我们能够做到一事无碍了，偏等智。一天到晚在偏位上，在实际当中做啊，不离正位，叫偏正，能做到的，你是外境界，不是无境界，这是一种偏正。他怎么说呢？说两人交锋不许废，是打仗，你看来我倒去，你们就私底下的武练，不要干扰啊！不可得，不可得，没有武练，武练。不过你就多花钱多花钞票让你去花，因为我欠你债嘛，还你债无所谓嘛，这活个吝啬无所谓，不烦恼啊，
你还在教风，不许背，不要会背。好了，你去读啊，不要读。想要读啊，就一个公案。人问曹真：“哎呀，这个是天这么热，这么冷，到什么地方去回背啊？到什么地方去背楚啊？背寒冷啊？”他说道：“无楚，无寒处去背。”到无处，无寒处去背，就是到不冷的地方去躲避好了。那么同学进一步问呢，什么地方是不冷不暖呢？什么地方是不冷不暖？我不知道什么地方。哦，他说，冷死你，暖死你，这个是不冷不暖。就冷的时候把你冷的要死，暖的时候把你暖的要死，这就是不冷不暖。是云啊，是花。就是暖的时候啊，你都不能想嘛，冷的时候你这怎么能想嘛？这能想是白想啊，你心啊，这个分不清。既是刀山何宁吹，不看不看，龙子里烧的一路大红炭啊，在锅里烧一口大浑水啊。我对着你，哎，这么一喝一喝一水，都叫一水摧毁。既是刀山一个法，既是刀山何宁吹，破产。龙潭水叫细，我说一吹就到西凉，就是尽管你进来问话，不信不动，就是西凉。注意啊，不是这个你进来了，我怎么躲过去了？我再把我这个对方的这个坏的这个烦恼无力事情啊取消了，我这样子不是啊？就是我这个心里来放下来没有了啊？你三个人啥反应？不动。有白人有如沾身风，不动心不动，这叫吹叫心，何宁吹家人叫风不许背，需要回背。这偏种字呀，偏为什么思想当中呀，这思想当中我不离正位呀，我怕思想进外来呀，这是修到位呀，修到就讲修到这种实时间历经当中锻炼自己呀，不怕要经得起考验啊！好人犹如河里面啊，宛然一重天子。好人犹如河里面，真正好人就助攻是助了上面的人啊，不是在这池塘里生出的莲花，而是河里就开的莲花，湖中好人要是这样子，湖中莲。所以是大回报都是啊，讲过。他说：“你们这家居士啊，比我出家人啊，你讲的二十倍。”我的年华开出来，也正好。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？就是说修道不是那么容易事情，不是这么风平浪静啊，稳稳当当，轻而易举就成功，不是这样。都是一定有艰辛，都是吃得起苦，经得起磨砺，才能成道的。老师讲的，都要怕，就不能成道。都是一定辛勤的，辛苦的。所以释迦佛，哎，给孤帝王带个身体也无所谓，不动心。释迦佛是示范了，给我们做榜样的。就是我们现在时时刻刻有这个逆境当中啊，现在就常常有逆境啊，现在这个社会上啊。灾难很多，是吧？事情很多，是就跟站稳了不舒服，碰到一点点损失，哎呀，不舒服，这本心里也难过。
这号是那个狐狸。晚人只有冲天子，大丈夫冲天子，丈夫只冲天子，不像古人清楚心。哎，不怕哦，所以大丈夫气概，你大丈夫气概呀、啊，这些倒是难行的。所以释迦佛要是进禅宗了，就是怕我们。胆小怯弱，这镜头一个戏法这么好，你们可以去的，是吧？阿弥陀佛，明明种子吸引你们，你们放心，好去，不要怕啊！哎，所以我的佛法很好，样样精锐，是吧？胆小胆小的法，胆大胆大的法，实际上呢？禅宗啊，不危险，因为你只要发大愿，我发愿，我一定要成佛，救度众生。不成功，誓不罢休。你这个大的志愿维持，你人生啊，永远不死。一出头来，一闻切悟，怕吃苦，不容易成佛。老实讲，因为这个习气啊，磨练不了。人民在西方容易成道啊，不容易成道，所以他要反思进行，进行释放啊，度众生啊，磨练自习气啊，才能成道啊，不然的话也不能成道啊。就在度众生的份上磨练习气，因为众生的这个习气啊，各个不同，众生习气完全不同。你要能适合众生习气，就把自己习气挂，才能恒顺他人。所以这个普贤菩萨是大愿王的时候，要恒顺众生。哎，不容易做到啊！这样做到，才能把自己习气断挂，才能成沙河，才能消。成沙河不然消不尽。所以大丈夫气概，怕吃苦。哎，我要成道，不成道誓不罢休。这个位置是修到位啊，一个正中来一个偏中字，就做到你是五外境界就好了。最后一个位置叫解中道，这是解啊，正你的偏位套嘛，解并且。是正位，这个朝鲜族时期把它君臣位，君就是正位，偏位就是臣位，啊，就是这个正偏君臣一样的道理。一合并了，花有谁敢活？人人进入出场牛，不落有，我讲过了。说有也不对，说无也不对，是吧？说有你坐在有上，说无你坐在无上，都倒了一边。他说你既非有也非无，这非有非有，啊，非非有非非有，都不可能。要不复印是如此吗？你说有啊，无相可知，那么你说无吧，还能起妙用？这是非有非无吗？不就是如此，思想也如此。一个镊子、杯子，杯子上有啊，它无字体，杯子本身没有，这个石头无一层功能，窑就烧出来，是吧？你那没有吗？清江宛然，用来喝水，非有非无吗？所以思想也是非有非无，这个正体本性也是非有非无。说有谁敢活？哪个敢和唱活作诗啊？我唱就连他的活一句是吧？只唱比活嘛？谁敢和？到了最后这个位置，谁有也不对谁。这就特别是我问的，哎，释迦
然不说，师父有涅槃不是我弟子，师父无涅槃也不是我弟子，啊，这是五十难，怎么样叫做弟子？就非有非有，对对，你说还是非有非有，还是非有非有。我们一天非有非有的说一句，啊，是不要有，不要再有，啊。人人既要出长久，人人都要成佛，长久就成佛，是吧？都是平常的，个个都要成佛。我们做生意人呢，个个都要成佛，都要出生子，啊，出生子无悔。这哈，观归叹离珠，这句最好。这哈是回过头来呀，啊，回过头来呀。关于探秘珠，他坐在你不好的地方。探秘珠，本来是我们光明，大放光明，是吧？到最后还是蛮黑的。我们的密宗大注音最后讲了，就是这样子。他说有三十字月，三十二月底，我们讲的阴历也不讲阳历啊。月底你要看你看月亮吗？我们总有一句俏皮话的，我欠你的钞票还你啊，啊，还还还，腊月三十有月亮还钱，腊月三十有月亮，看你月亮没有没有我不还钱，啊，是如三十二之月，你看看得到，为什么这样子啊？所以我们是聊生死啊，是的，一到里面啊，一到轮回里就是聊生死，聊生死就是一到轮回，这是最后，他就是不分净不分灰的哦，生死也不可得，涅槃也不可得呀，哪里什么都没有啊。之后万古一叹，到头来呀，到了最后啊，到了最后啊。是末等于初，最后到末了了，等于刚刚初开始。它是一大圆相，是一合相，一大圆相。啊，这一合相就是很多，所以东西不自体，因为合成功有一合相，到最后也是大圆相，有一合相。都是如此，所以这正道位。但是我们要正道位，没有见道位怎么成功呢？是必须要有见道位，离开见道位而想来到正道位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这个大手印一上来就讲这个见道位啊，见道位呢，我们来这个无精神隐隐，就是见道位很重要。两位居士呢也讲到这个问到我的无精神，就是我们凑巧。就拿这个无为精神嘛，来引证一下，引证这个大手印的见到位如此重要。这五个位置，就是正中偏偏中正，正中来偏中至，见中道，这样五个位置。就是、前两个是见到位，当中两个是心到位，最后一个就是正，就是说明这个见到位如此重要。所以大手印讲的，就是见到位。一开始讲的见到位很重要，我们再接下去讲啊。上次讲了，假如我们妄想起了，结果呸，就是把我们的妄想喝断。哎，叫那妄想不要连续继续下去啊。上次讲到这里，下面啊，动大离甚昧有助彼。操具寓意分不清，洞达就是我们真的清楚了、了解了、明白，要离开三昧有无助彼。他举两个例子，三昧有就相对，因为我们一切时候、一切处都相对动不惑，都是这里好啊、坏啊、是啊、非啊、长啊、短啊，是吧？三昧有诸病，诸病道，
比如我们说，哎，我们说，哎呀，这个人生的还没有，后来有死了之后呢，就没有物了，就不，那又在无相堆起，这两点。但是我们知道人觉得这都是妄计，细语不相干。我们真心，我是绝对真心，非有非无，非常非本，非正非灭，非好非丑，一切都非。你讲什么？这个相对东西啊？这个叫我明白了，这个我就不信了啊！这么大是明白了，离开了，一天到晚这个妄想上没有了。那我做功夫已经厉害了，没有什么妄想。草绝于一分明，草分别不能分，语义专门讲话的分别，思想考据的分别就是语义，意识思想是吧？哎，众生的分别，这个境界离开，跟我们做功夫做上一层。假如你们做一样，能够做到这一层，好了，成到怕了，但做不到啊。你让我孩子这个你啊，自己常讲啊，这是好坏呀、啊，坏的坏的，这功夫难做。假如主当你，而自按住你也是是智慧境界高。假如离开了这，自自然然的安住的，你也是是智慧境界中哟。你也是就是离开说话分别了，思想考虑了。你看这个就大智慧产生，离开的不是莫得不失的，他反应快，真正能离开你妄想执着没有了，它这个里面的作用大，就像太阳啊，没有乌云遮蔽啊，光明大放，神通啊就来了。大日经就说的，就菩萨住持住什么地方，就住在这个你原始的境界上，住在这里不久。勤苦修习，就是五统觉法。这个五统法就是离开这个六境中之外所。因为我们那个离一时的境界就是六，我不分别了，这六境中没有这个烦恼的。六境中的就烦恼六境了，一切烦恼都没有了，啊，妄想分别没有了，是六境。哎，你说这个境界上吗？当然就大智慧放了，身心开放了哦，这叫做自然安住在你意识的妙智慧境界当中了哦，你身上不起而自来了哦。说此子发生体性智，哎，这个词就是发现体性智，这种本性智，大，这个本事就大。假期中如果是提要而修的，这是贵一性，这我能啊。余下这是就是我修下面的话，修大事情，修高深的那种。假如没有这样的好的知己，不认识自己的佛性，不认识自己的这个妙性，那盲修，让我们去信外之徒啊，求。佛弥陀佛，佛弥陀佛来拉我们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样子喜欢这里，未必性质作用了，还有离开妄性的作用。是修法里面有生有起，一样念一句佛号，不晓得佛号落出，我念一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不晓得佛号落出是开心，我自然不认同，就一个坐下。那么你们念完的阿弥陀佛，西方的阿弥陀佛，进不进不进？大一场，哎，这里面大一场。你那样子这样子是没有你妄心作用，啊，即有为之境，就是你们那样子做相修啊，有为，不正修，还是盲修，有自信大圆满，学个很远哦。因为我们的自信大圆满呢，相差天地之差，天地之隔，一个是天，一个是地，相差很远很远。所以一个明白自然正统是大首修，不明白自然正统，相差很远。
同样一句佛号，同样一句咒，像他很好。不得丢光明门，就是你们是有为之修啊，有作用的修啊，得不到无修的光明门，就是自然有的，自己来本来就如此。这个光明人啊，不是修出来的，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妙心，就是我们正心，一大光明藏。它不是修出来，它本来如此，所以佛不是修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说一句，道不是修，而是悟，悟道，体会道，不是修。哦，这是本性，怎么修啊？是保护它，无形的自信，保护它，不要走心。发一起，大嘴一张，那个呸！哦，那么我们呢，也可以用别的方法，就是念佛啊、吃粥啊，都一样啊。发一起，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都一样，是吧？发的很多不一定啊，这也是一样。顶一叫的，你要想哎不可能，就拿着，是吧？都一样。所以要知道这个妙心之后来修，就能得到无修的光明，不受修的光明。但是你不知道，你是得不到的。于见状未得即证，这虽修无法忍心。下面说了，于见状未得即证。就是我们刚开始告诉你们这个见宗，就是见这个正宗性，宗性，就是我们这个正自己，就是你认识了这个本性，但是你还不认识本性，不认识本性呢，就得不到这个上面说的光明门。虽然修呢，无法忍自己，就是你对于。其实开始的这个见地还站不稳，站得还站不稳，还以后虽然你要方法去修了，你修来修去啊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保人，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，你怎么保啊？譬如我们有小孩子，你就保护着小孩子，小孩在我面前保护他，不要跌倒啊，给他穿衣裳啊，不要冷着啊，要吃饭，不要饿了肚皮啊，是吧？你要保护他。你的小孩子没有，那小孩子你怎么保护啊？你的小孩子怎么保护？所以大明说：“与见状未得即证，这虽修还就是有开始你的这个知见啊，叫你正道这个本性啊，你不认识还是不认识，只是你还是不认识，还是不相信。”孩子不肯，孩子你不如叫笨，你呀、啊、就是没有小孩子，没有小孩子你怎么去保人啊？保护谁？保护空啊？所以就是无保人之境哦，保人的境界就是没有了。保人两个字啊是两半功，先保后人啊，这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几次，先保护就小孩子要保护他，等小孩长大了放任他，让自己保，自己更省啊，自己做工作是吧，自己走路，自己做什么，不要打人，不要打人，这真就是保护成熟了，这真讲起来是两个字，控制一个好一端啊，先保护人，哪个要保人啊，那个提到本性啊，本性什么呢？就是现在能见之性啊，能闻之性啊，是保护他，保护他，不是不见，不是不闻，而不着见闻，就不是不看东西，不是不听声音，而是不知道分别好舍，有爱的取舍，爱好看啊，就会有不要不要不要，不好啊，去，这些东西没有，我尽管看，尽管听。我这心里没有，哎，无助，那这就保啊，
哦，乘坐之后不要慌，放在他，一切都可以去，那，所以我们呢，有个什么，就四事无碍，可拔诸头，可送境界，四事无碍境界啊，就手捏那个猪头，吃猪头肉了。啊，十八猪头口中境界，嘴里说我这里吃境界啊，我这不杀生啊，我在吃素啊，哎，这猪头上面是什么？十八猪头口中境界，我称之云法好坏境界，云法什么地方？云法的机缘，这个机缘你赶出来了，趁出来赶出来了，这个机缘你的钞票光了。老我赶把你赶出来了，桃花九寨九管你啊，就问桃九寨了，就气量上来了，这么大啊，就这么潦倒了，这四十万这四十万是八十万五千金戒，哦，他都不吃素啊，因为他是吃素，不是吗？他心里空的，心里没有想，你这里吃素啊，吃素吃素。这味道，哎呦，味道好啊，味道稀罕啊，这个味道不好啊，不稀罕啊，那还有人吃素，他的心是空的，他吃了他就没吃了，就尽管猪头也不要紧，这个大猪头，这一碗老板不够，是放任，在这个地步放任，现在快出来了。没有那个地步，你这么个发生的你下地狱的建设，你有道理自己胡来，你下地狱哦，你这个心里有空调哦，这公安有的是吧，从一个禅师吃牛肉，哎，他说吃就是不吃嘛，吃牛不吃嘛，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心真空吗？空不了，空不了嘛，好了还不好了，自己变牛了，一口气不来成了，变成牛胎了，放牛了，那就是老虎把牛牵出来了，在年轻人的活路上看到宝珠宝，哎，宝珠他说呀，我不才死吗？哎呦，老虎就说了，哎呀，你现在为什么说自己都不吃啊？你做牛就不做牛啊？自己就不做牛了、啊？哎呦，这牛的话，他让我们去撞撞。所以你没到个地步啊，你胡说呀，下地狱的。所以到什么地方说什么话，这个胡来的。就是到那个地步呢，第一步，你要做到戒心正道，要用戒心来正道，你不可能做到这个地步。你坐相而修嘛，你如而修嘛，像现在一修神通而修。那才神通。为了你虽然不能成佛，财佛有份，你做香鸟，你神通你就照自己鸟。哇，你要神通，我不忘晓得了。好，这个人要神通了。好，那我来，让他信个神通。到你现在信神通，你说，哎呀，不等他出来了，正好到我信鸟，我不到信，魔到你信不去。那魔还怕虫。他把他的影响让你去说法，进行一百魔死魔损，就是照相的坏了，所以有点修就坏了，故意应战建造无首要，他是自动的事情，所以这个大司令啊，他应战建造第一首要的第一他第一电梯啊，借光啊，你借本心啊，是第一个。哎，这个灵性是善行善妖嘛，是吧？粗药重药，这个是个瞎药，是吧？上中下三药，哎，都第一药最重要的。喝口应在你自助之时，哎，你这个见地不正，就是。还不肯承认自己的不仅仅是本性，你知道这个本性的宗旨之后，才可以应战自己的智慧。
世界之物是本质，第六大权的物，必须陷入尽头。然后才是定战之地之后，就是然后才是发出那个大智慧来，所以证明你的智慧真的不虚，在事业上很竞争，你的智慧也真的可以了，就竞争啊，就在这个证实啊，证实不虚啊，证实像你一直说的本心就发出，这就是住自本性，这就是住在自己的本性上啊，有自己的本性发出来的，这个神通妙慧啊，住着本性发出来的，心的基础是根本，这个神通妙用啊，就是子嘛，就在一棵大树，这个本性是树根，这个上面树子、树干、树叶子，这个神通妙用。神通妙用的都是自在本心的啊，自信发出来的。不是求，佛菩萨赐给我们的，不是求什么什么神力附在我们身上而显现的。很多人呢，现在啊，是在这个我们社会上啊，很多人都是给神啊。或者是这个教母啊，啊，不是生长而显现的，不是自己显现的，所以站都不下，一口气不来啊，跌到哪里去了？自己还下地狱，所以这个很危险。这是本心的表扬，不是由非得不菩萨、神明啊这种地方来的，也非信佛而信佛，也不是从人没有信的谁。根本就，那么你们根本我们气根都没有了。哎呀，气根本你们是妄想妄气啊，还是除光啊？除了妄想妄气，除了除光，我们自然就显现了哦。那第一根本根本是不信，这就是不觉性，这根本还不如自己了。你根本就是分心，你是保护的，在做线，在跟你们打好，是保护。保护源头了，自然显现了，这神通就来了，这有无法求，不从他来，自己发出来的，这是永生永世晓得。由他来的，由什么神灵来的，什么东西来的，你都吸出来就可以了。就在这个灾难还没死的时候，他先走了，他对不住，你要死快了，我走了。啊，这个我们上了好几个人嘛，啊，就是名声嘛，他要死，他就是神探，哎呀，我要走了，你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谢谢，他就。